置 RCEP 展区，韩国大韩贸易振兴投资公社成为东博会首个 RCEP 成员国特别合作机构，签约国际国内合作项目179个，总投资额超3000亿元，较上届增长13.7%，签约项目总投资额创历届之最。推动共建陆海新通道取得新成效，服务 RCEP 合作迈出新步伐，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取得新进展。文莱广西总商会等多家国外机构入驻中国东盟经贸中心，巴基斯坦展示馆正式入驻中国东盟特色商品汇聚中心。